之前是用那个美工刀去削，结果一下子手指头一下带到这里面去了，把手指甲当时直接拔掉了。哇操，那个玩意儿疼的呀。这两条都是500还是600的？下面500的，上面600。当时是有配两条600的吧？对，因为下面要经常要印那个颜色比较深一点，所以500就把它放下面。落幕吗？还好，就是它这个两边老是飞出膜，那不会影响它那个什么？不会。张力没开哦，开了。你不先用上面这个吗？它加速的话，油墨会不会变深一点呢？不会。它可能有的纸张加速油墨会深一点。不会啊。有那种吸墨比较强的纸。啊、哦。这个。稍微深了一点。